干就看呗，干嘛还偷偷摸摸的？啊，你一当老板的，按理说呀，这屋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。谁偷偷摸摸了？我刚看完，刚把画布盖上，你就刚好走进来了。哟，那可真太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溜门撬锁的呀，都是趁主人不在的时候。然后我就进来了。说谁呢你？这家店是我的好吗？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包括你都是我的。 这家店都是你的，连我也是您买来的。干嘛？哎，我没想象那么龌龊。哎，我看看这上面字儿，无肉不欢，哪儿搞的？懂什么呀你？快把衣服换上。我可不穿那个。 必须得穿，这是工作服，以后上班都得穿。你这衣服太丑了。说什么呢你？这穿上吧，是为了提醒你净化净化你的心灵。来，赶紧把衣服穿。 怎么样，我这画画的还满意吗？你画的这是谁啊？这还用说吗？我漂亮的老板啊！你别以为你把我画好看了，我就能让你通过呀。什么好看难看的？我是按照我想象中我老板的样子画的。得了吧你！你这画的明明就一网红。我说呢，你不看着我画，你能画好吗你？网红长这样，长这样能红吗？给我把你这套把戏收起来。 重新画，画不好就接着画。没有你这么审核的吧？你这分明是让我满足你的自恋啊！随便你怎么想，想不想看一下合同？啊，别！咱们就换点新鲜的，别老提合同这事儿，好不好？您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您说什么是什么，反正呢，我要不听您话，我不但挣不着钱，我还得倒大点儿。知道就好。 这是哪儿啊？我现在住这儿，进去看看吧。走啊，慢点。 搞创作的时候，都这副鬼样子呀？有你不管的事儿吗？我不是管你，我是诧异了，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能画出什么东西啊？
我一个包身工，你还指望他喜笑颜开的呀？我没对你苦大仇深，已经算对得起你了啊！哎，你不是还有一公司吗？你干嘛不去啊？你天天跟这儿耗着干什么呀？老板的私事是你打听的吗？你对我这么严厉，那你对你男朋友得严厉成什么样？ 你姐让你问的吧？我姐才不管这事儿呢，她也不知道我被你们骗这儿来了。哎，老朱，你干嘛啊？上哪儿去了？我这上班呢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能找你吗？那什么，你给我查一下，有个新乐地产是怎么回事？ 新乐地产，哪俩字儿？哎呦，这也不知道能查吗？能查是能查，但是这个网上吧，多音字太多了，我怕不好查。那你赶紧给我查吧啊！这事儿你能干，赶紧的啊！我跟这儿等着。行，给你查啊，字儿都说不清楚，还给你查。 新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，1989年进入房地产产业，经过30余年的发展，成为国内领先的房地产公司。新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房地产开发、建筑施工、物业管理等综合性。 多元化为一体的有限公司，物业管理。来啊，朱朱，哎，进去看看。 坐吧，坐，来，喝点水。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 我要说只有一件，你信吗？那你说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全家福，我就瞒了这一件事而已。你记得吗？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爸我妈是做小买卖的，我没骗你，他们之前确实是做小买卖的，只不过后来越做越大，做得非常大。这是10年前拍的。 当年喝了初三，我高三，后来他去英国了，我考上公安大学了。但是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。为什么是最后一张？我爸我妈的感情啊，早就破裂了。我爸一直有情人，但是他们为了我们，一直没离婚。后来一直绷到我上大学或者出国。 他们才正式的把离婚手续办了。我当时死活要当警察，他们不同意，让我接管他们的家族企业。我一气之下跟他们闹掰了，离家出走了。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。
就是因为你要当警察？不，是因为他们离婚了，我觉得这个家没了。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要翻回来找你了吧？因为我知道，只有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有回家的感觉。那你也没回来找我呀？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的电话，要不是我爸……知道吗？我离职的那一天，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我当时真的很崩溃，我万念俱灰，我觉得咱俩肯定完了，咱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爸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了，我越不过去。后来我上山了，我想忘了你，忘了这一切。我以为我只要咬着牙度过了这段时间就没事了，但是我错了。我在社上不管是砍柴做饭还是徒步爬山，我每分钟都在想你，完全挥之不去。我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，我一点不夸张，每分每秒我都在不停地思念你，我无法控制，完全挥之不去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后来有一天我徒步120公里，我走了整整一天一夜，我累坏了。到了营地的时候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真的。就这样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停止去想念你。你说的真好，但是您还是没有来找我。这是有原因的，我告诉你，这回我不可能再打无准备之仗了，我不会像上次一样溃不成军。我下山之后就开始了第二步计划。那你能跟我说说你的计划是什么吗？我说出来你不准笑我。你先说。我直接买了一个物业公司，接管你们花园里小区。你说什么？你买了一家物业公司？对，这是最直接的，这样我可以每天见到你，也可以保护你，顺便拿下你爸。那你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啊？现在是我休息时间，我怎么就不能玩了？谁同意你休息的？对，我也没工资，我也没钱，我有的就是一张卖身契，蛮硬的。这么说，你其实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，对吗？我讨厌别人叫我富二代，我最讨厌这个词了。你说谁不是二代？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对吗？我们都是二代，但是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上一代，不是吗？我需要你知道的就是，我就是我，没变就行了。你现在看不出来我们的差距吗？楚楚，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差距。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个小警察，我也只是个小演员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还是个小演员，可是你呢，
你从骑自行车变成了开豪车，可我还是开着我的 QQ。还有这个家，差距真的太大了。哇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你呀，你变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。你看，你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还有精力放在外部的这些物质上，对吧？我以前没钱是个小警察，现如今，你说我是富二代，那么 OK， 我就是富二代。但是核心是不是还是那个核心？没错吧？啊，对不对？核心，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？以前，啊，他说核心是个小警察，没房没车。嗯，但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？我说那也比富二代强，因为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。可是现在呢？你知道，我这两天想了很多很多。我想，如果你跟其他女的没什么，就算你没了工作，我都不会离开你，因为我们是真心相爱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这是真心相爱吗？我没钱当小警察，你可以爱我。我现在有点钱了，你反倒不爱我了，这不合逻辑。你不是有点钱，你是太有钱了。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儿啊，猪猪。啊，不是，猪猪，你现在啊猛一下翻不过这个娇娇，没关系，一点点适应。来，你摸摸我，你来，你摸摸我，你好好看看我。我不行，我求你，你别逼我行吗？我一点都没变，你看看我吧。我不是逼你，你听我说，猪猪，我不管以前是小警察也好啊，现在是富二代也好，你怎么想都可以。但是我希望你明白一点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咱们俩好，知道吗？我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，就这么简单，没别的想法。不是，你现在是不是让我退回去，卖房卖车，变成一个穷光蛋，在街上乞讨，你就开心了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你到底要什么？这电话确实有点大。哎，我给你时间，我给你。猪猪，猪猪，猪猪，对不起，猪猪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瞅你这样的。猪猪，我知道你现在一下接受不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猪猪，只要你高兴，我怎么样都可以，好吗？我等着你，你不必给我回复，行吗？你别害怕，都是我不好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以后也不用送了。若，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客气？我受不了，我觉得你拒我于千里之外，我好难过。不是，刚才我确实是态度不太好，我有点着急，我冲你嚷嚷来着，我给你道歉。我给你点时间，我知道你猛一下接受不了，没关系，我等着。我现在到这小区来了，我天天守着你，我就跟这趴着了，我也不走啊。可心，我还是觉得
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真的。猪猪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有差距，但是你了解我的心，我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要继承我们的家族企业，我一门心思的就想当一个警察，对吗？这是你明白的。但是你在我这儿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小警察，可是现在你的变化，我都是为了咱们俩在一起我才现在继承家族企业的，而且我现在有计划。对不起，你相信我，猪猪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有能力说服你爸，让你爸把你嫁给我。走啊！真的，真的，你相信我好吗，猪猪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俩在一起啊。朱大妞，哎，找不认识是不是？啊？哎，刚才那谁啊？回去别瞎说话啊！接我？不是，我也是刚回来，哦，我不去了。要不你您早点休息吧。哎哎，啊，什么事啊？哟哟，麻烦你们。哟，真是回来的早不如回来的巧啊！别乱说话啊！我乱说什么了？我还没说话呢。怎么巧了？怎么巧了？说说说说。没事儿啊，我刚才我们俩一块儿回来的啊。你怼我干什么呀？谁怼你了？牛什么呀？不就做一破路啊？懒得理你。谁愿理你啊？哎哎，路虎是什么呀？路虎就是路上的虎啊。哦，动物。哦，哎哎，不逗你了。路虎是一种车，叫 Red Rover。你给我读一个。哎呀，就是一种车，一个吉普车，怎么说也得七八十万吧。但是今天送朱大妞回来，这个怎么也得150万耶、yeah。那看来是真有钱了。您今天让我给你查那个新乐地产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那新乐地产跟哪儿查的呀？我还能看吗？网上能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呆了！你干嘛呢？你吓死我了！我都等你半天了。啥呀？想你了呗。上哪儿去了？不会是暴露了吧？啊？被他爸发现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谁呀？他爸让他儿子打电话查新乐地产，我还不明白啊？朱建奇。对啊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跟他混一块儿去了？什么叫混一块儿去了？哎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他儿子现在是我的员工，包身工。哎，我让他干嘛他就干嘛，他什么都听我的。
怎么回事？从实招来。没什么，你别说我的事了。你怎么办啊？能搞定吗？他爸这么厉害啊？这回不是他爸，是我们家猪猪。哼。啊？没事儿。站着呢，啊！坐着，坐着，看不看？啊，集团简介啊，领导团队，副总裁，嗯，副总裁，你看别人底下都写什么？啊，看，啊，运营总监、财务总监、设计总监都有，就他这什么都没写，副总裁，明白了？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你明白？不是，他叫何欣，他妹妹叫何乐，这个公司叫欣乐地产。对呀、啊。您的意思是说，何欣是何，何乐是何欣的？我说怎么这么能买呢？哎，朱丹妞，过来！哎，你干嘛去？过来，快！我跟你聊点事儿。干嘛呀？洗什么澡啊？谁没洗过澡啊？哎呀，干嘛呀？你知道何欣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什么态度？啊？看看，副总裁，啊，他是有钱人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抄上了，这天上掉馅饼砸你脑袋上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态度啊！我跟你说，何欣是有钱人，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？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马上跟他好啊，必须马上立刻分分钟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跟他好了，你能拿这钱当搓澡巾。俗不俗啊你？我还就这么俗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甭管拿什么搓，你这就是天上掉馅饼砸你脑袋上了，不是馅饼，钻石、海洋之心这么大。神经病，该吃药了。我承认我神经病，我承认我有病，但是你承认你有病吗？啊，你知道钱的重要性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何欣对你够意思，他把咱们小区物业都买下来了，他这还不够诚意吗？你不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瞅你那见钱眼开的样，你丢不丢人呢？啊，你说这何欣确实是奇葩哈、啊、这么有钱的老板不当，在派出所当一小片警，你说真有意思哈、啊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我洗澡去，你干嘛呀？谁没洗过澡啊？啊，我说你俩必须好，啊，必须的。瞪我干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说你心里去了？啊，你知道你们俩啊就会什么吗？假正经，啊，我不，我喜欢钱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钱的重要性。你们俩坐这儿，好好想一想，钱的重要性是什么？黄金呢？哎！干嘛呀？什么事儿啊？不是你对你弟凶完了，这又冲我凶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跟您凶啊？爸，我今天真的很累了，求您放过我吧！啊！哎呦，到底是和好了还是没和好啊？这么干，我觉得有点不大道德啊。就是啊，你昨天怎么念那封感谢信来着？
声情并茂，是催人泪下呀。今儿个着急忙慌的要把人家轰走，你这变化也忒大了。我这是发现错误，纠正问题，及时止损。还学说不少新词儿啊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他到底错在哪儿了？错啊，罗阳，错多了，错，说不出来了吧？别，打，说不出来。哎，别急，进，老王，怎么样？没戏。哎，就是小，就是小。我的吧。哎呦，没戏，看我的啊，没戏。姿势就怎么样？进一个。嗯，蒙了，那还蒙。小金儿长，金儿长。哎哎哎哎，过来过来过来啊！怎么了，金儿长？哎，待会儿该你啊。啊，这就是错误。怎么了？老年活动中心啊？对呀、啊。什么叫老年活动中心啊？咱们是老年人吗？这不是老年，不是，咱们不是老年人吗？一看你们就是不学无术。哎呦喂，不小心没毕业，亏了我这手机里边还存着呢。什么呀？什么是老年人啊？听着，日前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了人类新的年龄分段，44岁以下为青年人，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，中年人，60岁至74岁为年轻老年人，还年轻老年人，75岁至89岁才是老年人。啊，90岁以上的呢是长寿老年人啊，那叫老寿星。这联合国说的啊，这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这就是错误啊！怎么了？那按照联合国这种说法，这种规定啊，咱们这个活动中心啊，应该叫中老年活动中心。可是他们呢，哎，看着弄得挺热热闹闹的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呢，把咱们给排除在外了。哎，这么重要的信息都给弄错了。老朱啊，你这就特别没劲了，你这叫没事找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花了这么些钱为咱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场所，你不说感谢人家，你因为这么一个字两个字的在这斤斤计较啊？这叫以小见大，大的事情都好做，弄点钱就行。素质体现在哪儿？体现在细节上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不要光考虑面子不管里子，那都是豆腐渣，现在这豆腐渣还少吗？不要老用那种土豪思维去看问题啊，瞧着这给弄得花里胡哨的，好，一看哪儿都好看，好，就给人拍巴掌。保持点清醒成不成？清醒啊，我清醒得很，我清醒地看出了你的嘴皮子功夫完全恢复。咋呀？我就看不得你们这种虚头巴脑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昨天可是想了一夜啊，我想了一夜，又不是领导来检查啊，物业肯下这么大血本，这都是钱，这都是钱啊！这物业干嘛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不是，局长啊，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像这个阴谋论呢？阴谋论呢？不想不知道啊，一想吓死人。啊，嗯，这物业啊，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吧？嗯嗯，来历不明吗？对对啊，万一要是哪个贪官的家属跟着洗钱呢？哎，你们也这么容着他？跟着他，这叫同流合污，是吗？是不是你们以前没想到过？没想到过什么呀？没想到咱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物业？即使这样也不应该吧？还不应该呀、啊？哎，不是，朱莉，退一万步讲，这个物业公司即使是贪官或者是贪官家属开的，这关咱们屁事啊？咱们也没贪污。你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是社会上像你们这种人忒多了，这种阿 Q 精神导致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下滑。下滑？哎呦，
想过。老朱啊，你这般慷慨陈词是为了哪般呢？你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听见没有？他跟咱哥俩都不说实话。没错。朱莉啊，我问问你，那个什么总是不是跟你们家猪猪谈过恋爱呀？有这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那天他一进门，我就瞅着他眼熟。后来我回忆起来，有好些个日子，天都挺黑了，他还送猪猪回家。你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他们俩。不是怎么着啊？啊，合着是我跟这闹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你闹，是谁闹的？180度的大转弯，他们还好好的，突然就撵人家走，这正常吗？太不正常了，朱莉。我们可都认为那小伙子是一表人才，白马王子。按现在的话说，人家那叫高富帅，人家那身后头上赶着不得乌泱乌泱的。嘿，你倒好，你脑子进水了还是进屎了？啊？我朱莉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吗？你就是不爱慕虚荣，你也不能够公报私仇啊。反正啊，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查查微信吧。什么？咱们仨圈里他妈怎么样？发什么了？友谊的小船，说翻就翻，说翻就翻，什么意思？进来。何总，这些请您看一下。这个呢是我们上半年的财务报表，还有这个是我们这一季度的人员调配的名单。啊，小王，啊，关于总部的那些事情，恐怕我现在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精力去接管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么着急忙慌的把你从美国总部调过来，确实有点唐突。让你上我这个小小的物业公司来做个经理，你不会有什么情绪吧？哎，当然不会，能为何总效劳，乐意之至。谢谢。关于咱们公司那些规矩，都跟他们说了吧？放心吧，早就已经传达下去了。好了，那就看你的了。好，忙吧。哎。真的吗，师姐？这有什么真的假的呀？为什么呀？哎，来来来，放这儿。下班了？让走了。有什么事你看不出来的吗？有人接你吗？有，能没有吗？哎呦，上星了呀！什么上星了？还清仓了呢？哎。鸟枪换炮了，他比原来帅了，好帅啊！什么意思？能着急了吧？不好意思，那个刚才遇上那交通事故了，没耽误吧？没有没有，刚好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小雪走了。啊，接我的人来了，要不要我帮你拖点啊？行，快走。你好帅啊！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说过别来接我的命。是你不让我来接你，我就不来了，那我多傻呀。咱俩拉过钩，对不对？你限号我就得来接你，是不是？可你也没做到啊。所以我得将功补过呀，以后我也不用出警了。那个我天天来，以后天天来。何心，我现在想一个人静静。庆庆是谁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先走了。
田姐，叔叔，田姐，孩子来了啊。